现在马上就要走到这个后面的那个教堂了，找不到人给我照相，这是非常苦逼的一个事情。然后我身后是一个巧克力店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巧克力店，比利时的巧克力非常的好。哎呀，来了辆轿车，我现在呀进那个巧克力店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房子真是棒透了啊，都是这种。先进去看一下吧，不知道怎么样。